就是。好，各位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今天和大家分享李健词曲《风吹麦浪》，用的和弦套路是1625，一级和弦、六级和弦、二级和弦、五级和弦。左手的伴奏是 slow soul 的变形 ，slow soul 是这样 ，do so do so， 变形 ，do so do so re so do so。为什么用这个变形？因为既然是风吹麦浪，就要有麦浪被压过的感觉。我们试一下。远处蔚蓝天空下涌动着风吹的麦浪，是不是有麦浪被风压过的感觉？是金色的麦浪哈。好，现在我们双手示范一下。远处蔚蓝天空下涌动这个感觉啊，好，就简单的示范一下，拜拜。